Hello， 大家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讲 One Piece 榜梯拉小了吧？那在开始今天影片之前呢，一样先来看一下今日的这个神转好运。OK， 垃圾卢贝银啥都没有，每次都这样哎、欸。每次就是只要看到鲁夫的背影的话，我们这瞬间的这个心情啊，就直接 OK， 好，又来了哦，完全没问题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的话，基本上我想要看一下，就是各位观众朋友有讲说，就是我们那个票券的话，好像比较容易中雷利哦。我希望我今天就是买一张票券就可以中到一只雷利的希望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机会。看来今天的这个前面这两张这个运势啊，基本上都已经蛮糟糕的了哦。那我们就来吧，这个。买一下我们这边的一张卷子哦，保证一张卷，这个十连抽，然后应该是可以的，好不好？意思一下，支持一下这个 Bounty Lush。而且大家有说，就是我们这个卷子的话，这个雷利的这个加成数啊，好像是比较高那么一喵喵的啊、哦。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790块，哇，值不值得？希望是值得，好不好？来了，各位。已经好久没有在这个 Bounty Lab 上面花钱了，因为今年的这个运势确实是正在顶好的、啊，我只能这样讲啊。而且因为我身为周边的这个朋友们的这个运势好像都很不错，所以可能是蛇平带旺啊，有可能，好不好？来转蛋直接走起，一张卷子，大家都说哦，雷利的机会比较高哦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大家都给我雷利了，好不好？我那该一起骂死雷利走起，摆脱了三个金宝箱。金奇三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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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金超哦，有哦有哦有，各位完美了，拜托雷利不要不要不要罗杰，雷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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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罗杰不要罗杰，雷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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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托了，雷利雷利雷利拜托，插下来是防御防御，不要脚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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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满状态哦，不要搞哦，拳头拳头，不要脚不要脚，不要罗杰不要罗杰，不要罗杰，不要罗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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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好险，那个谁，好恐怖哦，我的天哪，这是我们的约瑟夫，拜托盾，哎呀，全击的，鲁夫，不要罗杰不要罗杰不要罗杰，不要罗杰，哦，全击什么意思？换了发，乔巴，哎，32！如果你给我全部满状态来这只，我真的会，我真的会莫名其妙，应该不可能吧？拜托，来个盾的，哎，不会吧？满状态来一只鲁那个谁，乔巴，没可能吧？啊，盾，哇，江哥，哎，不可能吧？满状态来一只乔巴的吗？没可能。哦，有了。Lady， 耶、yeah! ，没问题。哎、欸，结果满状态根本就是雷利的局嘛。耶、yeah, ，各位，希尔巴斯雷利登场。哦耶，哇，两只哦。耶、yeah, ，希尔巴斯雷。啊，贝蒂，我也没有贝蒂耶。耶、yeah, ，爽歪歪，超级希尔拿到了。哎、欸，好爽哦。有两只这个。有两只我没有的这个角色，舒服啦，好不好？拿到雷利了，各位，可以可以，慢慢的来玩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先让他休息一下。我今天还是想要来玩一下我们的这个大海贼啊。来，今天一样，罗杰走起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各位讲了，大家没骗我，他们说就是那个票券啊，这边好像是那个抽雷利的几率会升高，蛮多的哦。这个是有感的，有感的，好不好？观众没骗啊、哦，观众没骗。这边大家啊、哦，这个想要雷利的话呢，哎，当去抽抽看，好不好？去抽抽看。然后我们这边还直接拿到了一只贝蒂哦，舒服舒服 ，nice nice， 哦耶哦耶，好来吧，今天继续来玩一下我们这个神秘罗杰 ，content 好不好？我觉得他的这个加速我还蛮喜欢的，再加上就是他在夺宝的时候，别人打的时候他会晕眩哦，所以基本上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夺宝的这个状态，刚好可以配我们这个白胡子哦。夺完宝之后呢，白胡子来这边砰砰砰砰砰砰，对不对？应该就可以了。来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阳光队，哈哈哈哈，来了，公布海牛 ，Let's go。来了来了，哟，那我这边的话，就是没什么好说了，冲逼点，扛腿，
哦，先抢这个点，然后先等我们就是那个回复一下，待会我们就冲到那个对面了。他们第一点人都要过来了，是谁？哦哦，我们不是，我们的库山怎么直接飞过去了？好猛哎 ！What the fuck？ 啊！正飞。哎、欸，怎么？我直接把我那个啦！哎呀！走了走了！喂、欸！哎哎哎！哈、欸、哈！我还真要被追杀、啊，输了。好，没事。好，那这边大家都躲完了之后，我们就来拉这个血量，好不好？要帮忙挣一下。所以我觉得这两只搭配还蛮爽的啦，哦，这两只搭配蛮爽。KO， 对，这两只在一起是蛮爽的，两只在一起，哈哈。好，麻痹麻痹，往另外一边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我们另外一个没有守住。先走，先走。完了，完了，我们家、啊。我靠，完了。强行躲躲躲！哇，对面很会躲，我们直接要掰掉了！呀哈哈！快快快，罗杰，快躲！你讲啊，不一样啊，航海王哎、欸，海贼王哎、欸。欸、你看嘛，麻痹了。你看，这就是海贼王啊，各位，超猛的、欸，神到一个不行哎、欸，这就是海贼王啊，他直接麻痹。重点是你们知道吗？我才60等，好不好？哦，很猛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感受到他的厉害了。你看他刚刚过来那个大犬犬有没有？大犬犬直接打过来，然后我们这边直接晕眩他，太神啦！海贼王，哇，不愧是罗杰，再来一把，来啦，各位！那我真的觉得，我现在目前来说，大概练了两只，全部都是罗杰，哇，大家都抽到了，这真的还蛮好玩的，尤其是他，你去干扰他夺宝的时候，他还可以就是那个。他还可以就是那个，就是让你晕眩麻痹哦，真的是很坏啊，坏到一个不行了、啊，好不好？他可以无视就是领地中的这些人，然后去做一波夺宝，真的很舒服。打呗，你看我可以一直在那边夺宝，然后他们打我，他就会晕眩，有没有看到？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啊？你们看，挂了发，你这多烂呢、欸！康森，完了，被麻痹了，完了，GG。然后雷利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准回了，好不好？准回哥，我们到时候可以看一下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我都没有人守啊，完了、欸。有时候真的是已经守不了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像那个我们刚刚去夺别人一样、啊，根本就守不了啊。满满的那个罗杰是要守什么？没得守啊。哎、欸，哇，海贼王还是比较厉害啊！完了完了，好会啊、哦！我的天啊，开旺开旺，死掉！我靠，被打到了！
你看，两个在这边。哦，他好像是一个人夺宝的威力比较强啊，好像是。完了，哇，不是，什么？海贼王疯狂飞来飞去啊，各位，太扯了吧！完了，还是被夺掉了。哇！哈！怎么快这么快就拿回来了？哎，这个点位，这点位拿不下来啊！哇，好扯哦！啊，没事没事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罗杰又来了。我靠，这个！罗杰硬换啊，各位，没事没事，我来了，快快快快快快，要要要要要，你看他会晕眩，你看，三下，你看这什么东西鬼啊，罗杰，我站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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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不是，啊，完了。我以为可以就不行，哎、欸，不是，我只能说，他妈罗杰也太扯了吧，莫名其妙哎、欸。